想给你把牛力车抓住啊。这我也不敢帮他推。安顿他累了再说。坐上那台，你说。哎。什么？什么？没力了吧？你太屌了！烦死去！你这蛇没力啊！再猛，再注意点。这蛇没毒啊，没毒哪有毒？不会放的，他不会放的，你打也没用。不不不不，小心！那个，好，尾巴回来，尾巴。好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拿开。没事，他把这没毒的。你压谁的？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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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皮子，来了，来了。放，他不放啊？他不放的，太厉害了。有人被咬死。住口吧！给我抓好了。你都被咬的了？我都咬得行了。肯定被了，被咬了好多口。被咬了手啊？被咬了好多的手。哎，你这个手指。没用啊。好的。你到时候卡住他脖子他就松了。对，我的卡脖子，卡脖子啊，可以啊。没有卡脖子，卡脖子，脖子不要提他，对，卡脖子。卡脖子没用啊。怎么了？我怕。谁怕什么呢？我怕这个软体动作。猛的一扯。要我来拜你的嘴。你太猛了，他刚才。你慢点，不被蛇咬到手了。没有，这蛇是没毒的。我怕不要被多多咬到，被牛牛咬到了。你不要走，不要算了，把蛇搞死。他肯定死了。搞死他就丢掉，给牛牛守着，把鼻子捏住。没用，没用，他嘴巴牙齿是空的。这个人好歹多歹真的。造好了，快如果是狗子的话，把牛牛牵出去是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被咬了好多口。没有狗，狗直接会咬他。那就攻你。好臭，住手！牵着他的两个牙齿，两个牙齿。这个行为是吧？抓住他的那个。这旁边好多蛇的。有个蛇。好几条都是蛇吗？